胆敢搜我的身，我砍你的头！如果不搜身，丞相也一样会砍了我的头。这是军令，请皇叔体谅。陛下在里间如厕。陛下，刘备啊，你不要奇怪，这宫中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，只有这厕所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？它才是朕真正的地位。陛下，臣心如刀绞。陛下，晚间传言，曹丞相智力上功。高草从没虐待朕，他还献给朕吃用不尽的锦衣玉食，但是他独霸朝政，当朕的家，做朕的主，挟天子，令诸侯，而且只要时机一到，他必然篡夺帝位，弑君自立呀！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。与董卓不同的是，曹操窃国不留贼名，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廷栋梁，人为齐天呐、啊！请陛下放心，臣迟早定要手刃此奸贼，忠心大汉，以报皇恩。朕在这楼主难有作为，请皇叔在我谋立英雄大业，匡扶汉室，拯救天下苍生。过段时间，朕会另有密旨给你，臣领旨。